王哥，你再宽限我两天呗，钱我肯定还你。我咋不接你电话呢？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？你放心啊，房子我都挂网上了，正往外卖呢，房东不让卖。王哥，你骂我吧，完我也骂房东去。老沈，哎呦，老沈呐，快看看吧，你照片被发网上了，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。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？都得管你叫老赖了，多丢人呐！快想想办法。确实得想想办法，得找人换个照片了。这双下巴都出来了。来了，是个要债的来了。稳一点。啊！哎呦！你好。你好，家里有访客。就说家没人。他们都听着呢。快给人请进来，你说我也刚进家门，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。没事啊，是我那俩老同学。老沈啊，咱又不是没有钱，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？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？放心啊，他俩好对付，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。哎呦，你去赢一下，快点。记住啊，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，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。对，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，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算要不回来，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，这是底线。走。过年好。哎呦，过年好。还有屋里请。哎，外边冷吧？啊，还行还行。坐。拿了点家里的特产，雪菜，血肠。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。哎，老沈呢？老沈啊，老沈，同学来了，快出来。怎么这样了呢？快快快，坐下坐下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太突然了，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。什么病啊？什么病啊？你这是啊？你自己说说吧。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？我哪有钱呢？我就上医院呀、啊。捡了几个圣诞斧根没打完的，我就回来自己打，打好了更好，打不好啊，我这辈子就这么定。那也不能乱用药啊，这都治什么的呀？嫂子，啊，你可得把把关啊，这怎么还有袋醋啊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哎，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？快给我掐了。丽呀、啊，从哪儿拿的、啊、放哪儿去，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？谁挂的呀？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。轮儿啊，圆儿，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，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、人呢，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这以前呀、我对你俩有亏欠，这以后啊，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。别一笔勾销啊，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啊。圆儿啊，来，罗然，你把屁股抬起来，来。嗯，我这都回血了，坐我管上了。哎，嫂子，这1000块钱拿着，哟，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。哎呀，拿着。罗然，你干啥呢？拿着，拿着。罗然，不是，圆儿，你看他干啥呢？拿着。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？你拿着吧，圆儿，你不跟他学啊？啊，不学。你看，我嫂子不行，拿着。圆儿，拿着。这不能嫂子拿着吧，这是纯道德绑架钱。老沈呐、就这钱你要是拿了，你就不是人。这不你拿的吗？
底线呢？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？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？这都病成那样了吗？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，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。对，是得提。提。好。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，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。我老同学来了，我亲自为他俩服务。你就别动他了。哎呀，我看见你俩呀，我这病都好一半了。差点忘了，家停水了，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。哎呀，喝点暖气水吧，可热乎了。我都喝好长时间了，特别好，还补铁呢。你是真损啊。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。啊，是这么个事儿。你们也知道，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？这眼瞅就40了，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，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。伦儿啊，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，那就叫女的。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？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，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、啊？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？丽，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？打了，打了个欠条。我就打了个欠条，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。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？这不过得也挺好吗？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，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。行啊，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。哎，老沈，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，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？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，他这一上幼儿园吧，我就又得花钱。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，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？那肯定打工去啊。3岁就出去打工啊？打工仔，打工仔，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，是吧？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，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，多好啊！行啊，圆儿，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，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？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。喝不了了，喝不了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哎呀，看出来没，拐弯抹角是没戏了，咱们直接要钱吧，勇敢点来。还我钱。哎呀快起来吧，都没人看你，他俩忙着洗头呢。我是真难受了。你看你真难受，我戏精，快起来吧，戏精。老同学啊，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。我当初最难的时候，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，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。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。我后儿子要10万。我挑明了。赶紧的吧，还。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。挑。行啊，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。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，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，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。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。多大单子呀？咋还得这么大？
大被单子。啥大被单子？大单犬，狗的一个品种。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、大床单子的？打什么岔啊？狗不知道吗 ？Dog。啊、哦，是。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？那贵宾也是狗啊，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？那说了半天，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？狗贩子。我是一般狗贩子吗？伦儿，知道啥是元宇宙吗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，我研究了，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。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，狗王 ，Dog King。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。你是给我叨叨困了，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，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。买卖越大越烧钱，咱家狗现在太多了，没钱买狗粮了。狗粮能有多少钱？哎呀，你就都喂个半饱吧。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。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那肯定得垫呢。哎呦，老沈呐，你行行好吧，别让他俩再拿钱了。哎，你家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俩可都伸过手啊。现在有这好事，不带我俩玩了，你也行行好吧 ，Dog Queen。不好使啊，这钱我们必须得拿，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。就是，赶紧转账吧。转什么账啊，大伦啊？3万块钱吧，宝马一个。来，都老同学，快好好给他们吧。哎呀，你俩是疯了吗？你赶紧拿。你好。家里有访客。他在旁边听着没？没有啊。那你就说家没人。晚了，他都冲进去了。那是访客呀，是刺客呀。你们不拦着点啊？你也不交物业费呀，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嘿，你咋不登记呢？还钱！这是我堂弟。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！来，起来，来。嫂子，你不用劝，他要是今天不还钱，我就住这儿了。单挑吧。爹啊，给哥点面子，起来了。别碰！吓唬人呢。站住！不是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？我是不是，你是不是又长胖了？吃吧你！弟弟，你误会你哥哥了。我们刚开完股东会，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，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！放心吧。听这意思，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？他说啥都别相信。我每次来要钱，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，偏瘫面瘫脑血栓，嘴歪眼斜肾衰竭。他就是个老赖，谁跟他经他坑谁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他有俩同学，跟他关系特别的好，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，年年要不回来钱，年年还得往里搭钱，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。他说的，该不会是咱俩吧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。大哥，哎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叫傻伦吧？你看，我就说不是我吧，我又不姓傻。那傻伦肯定是你呀、啊。那个人是谁呢？那肯定就是你呀、啊，缺心眼儿。缺心眼儿，老沈，你伤我。老沈，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别冲动啊，傻伦。傻呀！哎。他说的就是咱俩啊，傻伦儿，缺心眼儿。行，老沈啊，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为了让你还钱，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。你把证给他看看。我没考下来。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。后果就是，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。你要告我？好，那我也告诉你。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。我跟丽已经离婚了，我净身出户，
我的钱都在他卡里，房子也在他名下。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，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。哎呀，正在热恋呢。哎呀，太气人了。哎，大伦，要钱不要钱，打人可不行啊，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。老沈，钱我不要了，看我不打你。哎哎，这你说的啊，钱你不要了，你也不打我，一言为定。哎哎，我跪。行，我嘴笨，我说不过你，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。但你记住，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。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，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，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，是因为咱们感情深，老同学。老沈啊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，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，后来你饿了好几天，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。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。周华健的朋友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呀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再见。那什么，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，这是幼儿园的朋友。不重要，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。远儿，嫂子，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，跟这种人还过啥呀？老沈啊，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，我挺羡慕你。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，重情重义。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，你还有点人味儿吗？咱俩那婚就真离了。媳妇儿啊，叫前妻。我不带，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。什么？把我弟的钱也还了。啊？把物业费也交上。好。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，赶紧赶紧，趁我还没反悔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，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，快快快快，转账离我远点，我听不了那个声啊！滴滴滴滴滴滴滴。干什么呢？这是哟，马主任，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？你看这叶子都黄了，我们给翻新一下。哼，给真绿植刷绿漆，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？那能行吗？那不是弄虚作假吗？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？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？忘了？我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，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。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，刷漆的手法啊，那还是有区别的。再说了，马主任，这事你要不说，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？是。上任领导啊，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。他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，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，看上去特别不科学，甚至都有些科幻。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？马主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错了。人郝科长今天来呀，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。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！
都给我撤了。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，备点人，我这是人点备，人点备呀。王天宁，别沉闷了，来来来，赶紧上床躺着。马主任，你可来了，我啥时候能回家呀？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。这叫什么话？领导还没来探望你，你病怎么能好了呢？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，我为了慢点好，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。天牛啊，郝科长马上就到了，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，完了就能回家了。我还怎么配合？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，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。我现在病好了，又让我装病，这不还是糊弄人吗？啊，那是糊弄领导，搞形式主义。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。你想啊，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，结果你病好了，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？让人白跑一趟啊！我紧张，我演不了。你演不演？我演肯定穿帮。不演是吧？哎妈呀，动太气了。没事吧，马主任？哎呀，哎行，你咋说咋是。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，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，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来晚了。领导，你扎鸡血了，你状态不对呀，你要演病入膏肓，不是演回光返照。我都说了我演不了，我演不了。我怎么就演不了啊？多简单个事儿啊，你就往床上一躺，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，领导进来跟你握手，你呢身手够的，但是你中毒了，无力呀，胳膊抬不起来，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，肘带腕儿，腕儿带手，够他。领导要是问你说，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，根本不用理他，继续够他。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，但是切记啊，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，你这样容易吓着他。跟我一起啊，肩带肘，肘带腕，腕带手，够。肩带肘，肘带腕，腕带手，够。来，来一次 ，Go， Let's go。肩带肘，肘带腕，腕带手，够。肩带肘，肘带腕，腕带手，够。肩带肘，肘带腕，腕带手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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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。让你受委屈了，我来晚了。不，你来早了。反正早晚都得来。叫王铁牛，还是位女同志。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，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？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，是不我弄错了？是叫王铁牛啊，还是叫王铁妞啊？王铁牛。家属你好，打搅你们了。小车啊，哎，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？当地的马主任。他人呢？他不是应该来吗？给他打电话。哎，别。那个领导，有个事儿呢，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。不必解释。你也是被迫害的，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。家里人都挺好的。有什么问题啊，就尽管提。我来呀，就是解决问题的。你要不提呢，我还真就白来了。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。领导，没接电话，我再出去多打几遍。别，你要打死他呀！不是，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，他肯定是忙着呢。那就先不管他，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。领导，
必须收。不行，这个我不能要。不收就是嫌少。你跟领导撕吧了，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，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？领导，我先替他收下了。哎，这不挺好吗？咱们时间差不多了，领导。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好，好好休息。临走之前，咱们再来一张合影。还来啊？最后一张。好，来一张。我来，看这边。哎，表情丰富一点，感动一点，再放肆一点。哎，要传到网上去的。哎，不能传网上，可不能传网上啊。什么意思？领导，我必须跟您坦白，我是马主任，他是王铁牛。您不是来看他吗？他病已经好了，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，您就进来。胡闹！行。哎呀，宝宝别怕啊，叔叔不是冲你。小马啊，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？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？警示了。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？我错了，无可救药。郝科长，领导，您别生气啊。领导，马主任呢？马主任，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？我错了，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。追什么追呀？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啊？怀着孩子呢，赶紧坐下。哦，你是病人吗？赶紧躺下。领导，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，要不咱们再来一遍。对不起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怎么搞的？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。不是，够，你得配合领导，肩带弯弯带直，够他呀，够他。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？是是，来，再来啊！家里人都挺好的。父母年龄大了，病在床上好几年了。好，家里人都好就好啊。啊，今年收成怎么样啊？秋收的时候，我正躺这儿等您呢，地全荒了。好，丰收了就好啊，勤劳致富嘛。领导，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。没事，我这后期都能剪。有什么问题啊，尽管提出来，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。你要不提，我还真就白来了。我就先不提了，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。回头帮你剪个问题，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？趁我在，就现在提。我真没问题呀。真没问题，都被我解决完了。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，你还满意吗？哎呦，领导啊，太厉害了，他还没问呢，您就都给解决完了。我一个念过书的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，词穷了。哎，别说，你这个动作好，保持住。哎嘿，漂亮。哎呀，铁牛啊，我刚才那片心意呢？领导，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。来，再借我用一下。你不是给我的吗？不借也行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。郝科长有心了。你呀，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，你才有心了呢。素材够了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好养病啊，回头我再来看你。还来呀？我再躺就粘床上了。我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。好啊。那好，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。好，三二一。哎，领导，知道您忙，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。啊，刚才合影的时候啊，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，回头给您P上去就行。老好啊，我现在正式告诉你，经过我们前期调查，
你表态多，调门高，乱作为、假作为的问题严重，群众反应强烈。我这里呢，没有你的位置了，等待处理吧。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我儿子的座位啊，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。在我看，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。4点开家长会，我早早就过来了，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，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。看来还是来晚了。都给我下去，这个位置是我的。疼疼，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。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。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，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，我就顺便坐会儿。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。不行啊，你得动一动了，压得我嘴唇都紫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郝建，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，叫郝贵。你也是来抢座的吧？我可不是啊。哟，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珐琅似的，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？来来来来，下来下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。哎，哟，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？是这组吗？你好，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。你好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我叫艾迪，我儿子叫爱迪生。哎呀，我今年36了，本命年，明年就37了，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，弹指一挥间。你下去弹去。来，搭把手搭把手。来来来，哎麻了。啊，哥们儿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初次见面啊。哎，请多关照。就这还没事呢，腿都麻成这样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。站起来！哎，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，这个位置谁都别坐。别坐，你就说别坐是吧？你别站，这滋儿扎的，谁知道啥呀？这是，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？刚才啊，老师来了一趟了。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，老师说行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，这不就落一块了吗？就开始薅头发，就这么点事儿。嗯，我瞎说啊，纯属个人意见，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，是吧？什么是最好，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。精辟，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？哎，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。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。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，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？你说过好话吗？别吵啊，别吵别吵，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，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。来，请各位移步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。这个前面这一排呀，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。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，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。看一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，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，叫隔离区。咱家孩子坐哪儿？我家孩子坐养老区。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，孩子坐哪儿都一样，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，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儿。哎哎哎哎啊，300度就坐这儿啊？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。我说的是左眼300，右眼1600。左眼300，右眼1600，那走路他不跑偏吗？他跑偏呢，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。那你这心挺大呀，还搁这抢座呢，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。起来。
别怼我。怼了。别怼，别，你要不用语言怼我，要不用行动怼我，你可一样怼。双怼。来来来，别吵，这个不可理喻。兄弟，坐这儿感受一下。怎么了？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，坐这儿肯定没有跑。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，可以叫他霸中霸。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。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区长可以啊。哎呀，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。愿意愿意，我孩子就坐这儿啊，随时调，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，离老师越近越好。兄弟，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。我孩子个矮。哎，你孩子个矮啊？我孩子，我跟你说啊，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，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，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。你站起来，站着。嗯，你多高？我1.87啊。你媳妇呢？1.9。那是你家孩子吗？我家孩子发育慢，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。可拉倒吧，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。是。孩子为啥长得慢？那肯定是缺钙了。怎么补钙快？晒太阳啊！来，哥们，来，嗯，坐这儿。哪儿？感受一下，这阳光充足不？嗯哼。咱家孩子要坐这儿，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，一天一个样啊。哎，你还真别说啊，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，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能再晒了。再晒呀，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。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，是不是？没错吧？行，咱家孩子坐哪儿？我没孩子。你没孩子，那你过来复读来了？不是，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。你弟弟多大呀？8岁啊。亲弟弟？亲弟弟。那你多大呀？53。多少？啊，不是，35，你都给我问懵了。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，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。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、啊？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，再创辉煌。他们会的。哎呀，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，那就坐这儿了，咱不动了。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？夏天靠着墙凉快吧，冬天就是暖气。孩子脚凉了，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，是吧？饿了再烤个地瓜，多好啊！那不串味了吗？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，咱一样一样烤啊。哎，有点道理哈、啊。好哥的爸，哎呦，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！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，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。哎，看你这人，我刚给大家安抚好，你又冒出来了。那你说，你家孩子啥问题？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、啊，就是长得太漂亮了。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，你让她坐后边，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，谁还看老师啊？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？耽误前程不说，总这么回头，颈椎也受不了啊。来，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。你看，坐后面去。啥意思啊？这都长成啥样了、啊？呀，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儿，这是我姑娘的。哟，长这么好看、啊，漂亮吧？那孩子安排在这儿，不把孩子耽误了吗？这颜值这么高，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，提前适应适应，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！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？天天在老师眼皮底下等，这看着那多紧张，精神压力多大呀？这座儿精神压力那么大呢？那可不。妈呀，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，把这座撤了吧，放个绿植。放绿植也行，放我家孩子也行。嗯，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？孩子不敢动。孩子不敢动，那是别的孩子啊。你家孩子多动症啊？他克老师，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，他就脑子不动。压力要真要大呀，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，一个人扛起来。哎，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？哎，不对 啊，我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。小算盘打挺好啊，说半天你想坐这儿，你给我站起来！别惊扎的。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？家里别墅卖了，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，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，
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，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，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，你说我老公容易吗？谁家容易啊？啊，谁不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？我一天打三份工，天天陪客户喝酒，一喝喝到后半夜，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，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，我容易？来告诉我几点了，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，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，时针都去哪儿了。看我这双鞋，我老丈人的，里面垫了六副鞋垫，显高啊？大，显高大。再看着我这身西装，看着人模狗样的啊，掉色儿，白衬衫都染蓝了，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。衬衫是不好洗，但是腿可以勤洗洗。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。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，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？谁家容易？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都是为了孩子。我是为了我兄弟，为兄弟两肋插刀。要说不容易啊，都不容易。郝贵他爸，把鞋穿上吧，脚太臭了。确实啊，汗有点太臭了。喂，你好，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，有什么可以为您叫劳的？老师，老师我在班里呢，挑座呢。老师，对不起，老师我糊涂了，对不起老师我错了。完了，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？兄弟，老师跟你说什么了？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，我走错班了。嗯，哎，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？啊，还在哪个班不知道，还在这抢座呢？这是二年级一班。一班我知道，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。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。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，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，还在那抢座呢。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，孩子就好了。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，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。一直觉着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，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。座儿不抢了，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，各位再见。嘿，儿子，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？啊，不适应。别这样，爸爸也不适应，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？哎哎，小弟啊，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？在养老区。对，视野挺好的，我觉得挺不错啊。喂，老公啊，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，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。哎，媳妇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吗？哦，那就好那就好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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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大事儿了，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，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，啊不是一位。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，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，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，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。哎呀，完了。马科长，马科长，哎呀，小好啊，进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您睡觉了。没事，
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。坐。最近家里都挺好的，眼巴前儿还凑合，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。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。我检讨，我太贪玩了，打乒乓球害人害己。我以后再打乒乓球，我就自废双手。我拒绝黄，拒绝赌，拒绝乒乓球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新调来这位杜局长，巧了，他也喜欢打乒乓球，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？科长呀，你这就为难我了，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，局长我哪敢管呢？郝建呐，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，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就放心了，工作总算是稳定了。郝建，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？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。你不兴奋吗？兴奋点在哪儿呢？来来来，你坐这儿。你看啊，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，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，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？红人了？韦小宝陪康熙摔跤，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？太监呢？行了，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，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，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，分清主次。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，就陪领导打球啊，那不成马屁精了吗？说谁呢？我不是那个。说谁马屁精呢？能干你就干啊，不能干你就走，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。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。哎。你看马科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，这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郝建，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，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领导喜好图，我告诉你，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、星座、血型、生辰八字。这个喜欢钓鱼，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。这喜欢打麻将，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。这个喜欢文玩，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。这个喜欢我，所以郝建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说到关键地方，咋还给扣上了呢？哎，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。总而言之啊，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？知道了。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，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。说谁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嘴呀！呸呸呸！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？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？我也纳闷了哈，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，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，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。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？不单单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开会是讲究技巧的。领导一发言，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，我马上给一个，领导就想了，怎么的？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？等他全说完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马上就跟一个，啊。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，而且大彻大悟，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。啊！
听君一席话，颠覆人生观呐！所以说，郝建，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，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，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，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。哎，明白，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。那我这一欠揍了，是不是就能转正了？何止是转正啊，看见了吧，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，郝科长。郝科长，郝科长，来来来，郝科长来，坐下坐下，郝科长，不不不，坐这感受一下，坐坐坐坐，感受一下，坐坐坐。哎呦，咱们也尝尝做领导的滋味。哎呀，这椅子是舒服呀，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。哎呀，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，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。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，郝科长。哎呀，喂，我是郝科长，你是哪位？杜局长。哎呀，那对不起了，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。你给我起来。哎，杜局长，对，我在，我在，啊，听，刚才是串线了吧？啊，您现在要过来？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。局长马上到。太好了，他来了，我们俩去哪儿玩啊？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这个老局长进去了，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。以后呢，你们就在我这儿玩，我给你们当裁判。郝建呐，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，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。贵人呐，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，我净走弯路了，谢谢了，马科长。哎，不，马处长。哎呀，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郝科长。早晚的事儿啊，马处长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郝科长。使得得，使得得，马处长。双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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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持情绪，好，准备迎接，斩。赛，赛。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，我就处分谁。杜局长，哎呦，杜局长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你说也不知道是谁，啊，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，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，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？哎呦，杜局长，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，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，那就是歪风邪气。真是。围脖还带配重呢。风大，我妈怕刮丢了。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，来，局长坐下说。马科长啊，哎，你可是老同志了。嗯。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，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？我说他们了，我说你们就再练，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。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。哎，别恭维我啊，有一年是亚军。其实这个乒乓球啊，我打的就不怎么样。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？全是水分。哎呦，不能全是水分。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得过一年亚军。是啊，那年我是副局长。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。好了好了，扯远了，扯远了啊。嗯。哎，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，什么好消息啊？那什么，局长问你呢，什么好消息？问我的吗？我姓郝，我叫郝消息。
你叫好消息，他妈给他起的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这，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？啊？猜不出来吧？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，你猜想出来了，你再告诉我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这太没礼貌了，局长问你话呢。别鲜花太难了，我脑仁都要炸了。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，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。嗯，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，他总在那打乒乓球，啊，噼里啪啦的，滋哇乱叫的，影响马科长睡觉。这写材料。啊，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，是吧？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，正好在我理性了解情况之后，啊，多余不？马科长，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，据我了解啊，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，是个好苗子，组织决定给他转正。打死他！哎呀，我这真替他高兴。好消息啊，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，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。另外啊，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，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，你说你都不敢接受，多可悲呀。局长，我是郝建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够了，这是你的错吗？杜局长，是我的错，你要说就说我吧，是我思想一直松懈，疏于管理，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。妈呀，这是个乒乓球台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够了，马晶晶，马屁精，害群之马，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，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，溜须拍马走捷径，等候处理吧。杜局长，杜局长，我错了，杜局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出大事了，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，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，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说我这人呢，有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，这不。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，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，寻思告诉人一声，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，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。这刚爬出来，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你全责，赔了人200块钱。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？我发誓，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，我就不叫郝建，我就叫非常建。哎呦，啥也没看着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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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妈呀！你赢了。干嘛呀？你没事吧？79了，咣当一下拍地上了，你说呢？哎呀。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，疼不疼啊？哎呀，我的胳膊肘啊。哎呀，我的破棱盖儿啊。哎呀，我的腰间盘呐。哎呀，都不疼啊。我大妈都这会儿了，就别用排除法了。那既然都不疼，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。我试试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哎呀。哎呀，你这走是能走啊，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。哎呀，
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？那肯定的呀，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，这没起火就不错了。来，大妈，我给您扶起来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你摔的也够呛啊。我没事儿。你是个好孩子，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。我这做好事上瘾。这要换了别人啊，撞完我早跑了。大妈呀，你这是摔懵了呀？啊！而且懵得很突然呐。你是自己摔倒的啊？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。你看，那是我自行车，铁证如山。哎呀，车圈都飘成那样了，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，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。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，我那车是追尾追的。哎呀，我的尾追呀！我说的是追尾追的，不是追尾追了。我说的是保险杠，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？完了，大过年的，尾巴根儿还撞碎了，行吧，岁岁平安吧。我说大妈啊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真的没人撞你？没人撞我，飞出十多米呀、啊。那你要撞了我，我现在都出国了呗。不是大妈，你啥身份呢？你出国还能免签呢，是咋的呀？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、啊。那飞几米呀、啊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？行啊，大妈，咱不掰扯啊，咱看图说话。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，完了头没了，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，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怎么的？你还想走啊？走肯定是不赶趟了，我得跑了。哎，你媳妇儿，我马上到家了啊，别着急啊。等等，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，也没个人来扶一把。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别人不管，我管。大妈，你别动啊！我马上发条微博，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，让爸妈都转都评论。媳妇儿，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哎呀，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。惨你不扶一把？来，大妈。咱先坐起来啊，大妈，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，但是我求求你了，您帮我证明一下，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，好不好？哦，这就对了吗？我是好人好见，就在刚才，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，也不知怎么，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。我放下一切顾虑，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他。到你了，收点下巴显瘦。我是个无辜的路人，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，完了你还要跑啊？大妈，你这么顽皮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跟我来这套。行了，别哼哼了啊！你赢了，你呢？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！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。来吧，大妈，别冻坏了，我把大衣给您披上，暖和不？刘德华同款的，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？良心发现了吧？哎，大哥，哎，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这儿有个老太太。你撞的？真不是啊！快跑！我扶过仨，结果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哥以前开的是大奔，
大妈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。这么说吧，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，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，你明白我意思没？那咱这样啊，咱们娘俩呢，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。故事的名字分别是《东郭先生与狼》、《吕洞宾与狗》、《农夫与蛇》、《郝建与老太太》。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。说从前呢，有个叫东郭的先生，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，在那儿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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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骑了一脸大嘎哒呀，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，啊，这个狼太磨叽了，要扶你就扶，不扶你就走，你给好人腾个地儿。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，你走吧，去吧去吧，逃逸去吧。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？老这么说话，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你走不走？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。你不走是吧？好，我走。不是大妈，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？你这是啊？怎么还是说不明白了呢？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，完了我把狼救了，回头狼还要吃了我，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？我才听明白呀，你搁这指桑骂槐的，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，你以为我趴活呢？说谁是蛇，谁是狗，谁是狼，骂谁好贱呢？你才好贱呢！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，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？你把我撞倒了，哪怕说声对不起呢？不仅不道歉，还反咬我一口。我告诉你，哎呦，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。哎呀，这呀就是证据啊！我今天就是豁出命，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。哎呀，不是，你是怎么挪过去的？啊，不，大妈，你没事了？我被你气的。别。这气人还能治病呢，那我这是气功啊。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。啊，来人呐，来人。大妈，什么情况啊？救星啊。啊啊，刚才呀，啊，他啊，你怎么还倒了呢？他，大妈，你这骑的也太快了！这车圈都飘成这样，你飙车了？我，你看你把人给撞了。他不是我撞的呀！大妈呀，这车在这放着呢，人搁这躺着呢。事故现场太清晰了，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，不是我的自行车。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，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。他呀，我刚才，哎，别激动啊，我来处理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同志啊，那个没摔坏吧？疼不疼啊？哎呀，我这胳膊肘啊。哎呀，我的不灵盖啊！哎呀，我这腰间盘呢，都摔坏了，都不疼啊。都这会儿了，就别用排除法了。这那没事儿，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？走应该是能走啊。啊，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。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？呀，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，闹了半天。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，那我还能抢救都过来了吗？啊，看这样，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。你哪飞十米了？那我飞几米？都这会儿了，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？
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！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？哎，同志，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这，这，你不追尾那小子吗？处理我事故那交警。哎呀，完了，他俩还认识？来来来来，手放下啊！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？警察叔叔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，在前面走着，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，我好心过去扶一把，大妈就摔懵了，非得以为是我撞的，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。哦，明白了，大妈，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，事故就是我处理的。嗯，不是撞我撞的吗？大妈呀，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？再说了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要撞您撞成那样，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？也是啊，那我是咋倒的呢？大妈您看，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，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，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，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。哎呀，来拿着。哎呀，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，人家还多给你100，让你拿去修车。这不但不凉了，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呀，我搁那拧啊拧啊，一个台阶迈空了，完了就摔倒了。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大妈呀！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我气，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。孩子。大妈这么误会你，你都没走，还要扶大妈，好样的！大妈，这人倒了咱不扶，那人心不就倒了吗？人心要是倒了，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。好，大妈，咱们上医院，坐我车。不用，不用你的钱。大妈有医保，臭小子听贼呀，咣当一下躺地上，你还按表走上了。我心眼多多呀，我都没转呢，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，那还不得自然了吗？哎呀，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老板最近抽风了。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，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。高兴，媳妇儿也高兴啊，新手机新衣服，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，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？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，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，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。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？我怎么那么恨人呢？我都恨我自己。喂，媳妇儿，你干啥呢？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。呀呀，媳妇儿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，水果都拿上了啊。妈，这心让你操的呀，操稀碎呀！哎，别挂！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。为啥呀？我就纳闷了，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，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？哦，闹了半天你怀疑我。我不是怀疑你，那就好。我是怀疑你俩。没事没事，你就自然点，正常敲门进去。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，不许挂掉电话，去吧。我不去。行，那我去。我要是上去敲门，够了。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，那我就上去了。记住了。不许挂掉电话！哼，听见没有？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！给你留门呢。
听见没有？多么蹊跷的流门！老板，你人呢？给谁留门呢？这是？是我。问心无愧的好贱呐！什么？我听不清，我洗澡呢。哎呀，你过来说。我就先不过去了吧。你真会赶时候，正好我刚洗的澡。好贱。啊，老板。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！不是，郝建呐，你是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？完了，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？没事儿，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，不累。郝建呐。是这样，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，一会儿呢我前夫来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你明白哈？我明白，我不耽误你俩事儿。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、啊、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，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，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？怎么，这概率很低吗？我为啥提拔你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时而清楚，时而糊涂。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？老板呐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话说全乎点啊！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。哎哎哎，妈呀，郝建呐，你怎么还坐下了呢？不是，你看郝建，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。这大半夜的，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那咋还能用逮呢？我吃你家俩枣，他还至于逮我呀？郝建呐，你看啊，平时这个点儿，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？不，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咱俩啥时候睡过呀？我就直说了吧，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。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？不，老板，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？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，咱俩到底是啥关系？郝建呐，你要是真舍不得走，那等我前夫走了，完了你再回来，行不行？那我还回得来吗？不，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？你就顶风来的呀？谁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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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得现形了。郝建，你快点躲起来。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，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。来，快快快快，我斜，我这种，你快点躲窗帘里。快，给你斜。完了，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。给我站起来。都换新的了。是啊，要不我用啥呀？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？是吗？老高啊，你忘了吧，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。这当年呢、啊、太冲动。拉窗帘干啥呀？大半夜的。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，我也害羞。我牵着你的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的小心脏啊，扑通扑通直跳。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，走在柏油马路上，迎面就撞见你妈了，把你给吓的呀。对，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。哎呀，
你一看见你妈呀，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，窜到小树林里去了。我一看你跑了，我就追你吧。哎呀，我就追你呀，你就跑啊！我就追你呀，你就跑啊！我就追你呀！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，我说我等会你吧，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。去！哎呀，哎这，哎呀我去！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。哎呀，我的好贱！好，我贱，我好贱呢。我不是说你。别说了。那个，今天我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又要结婚了。找了个小女朋友，年轻漂亮又有钱，你说气人不？我今天呢，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。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，那我俩就领证了。当然了，只要你说不同意，那也不好使。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？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。来，亮个相吧，小宝贝儿。鞋挂树杈上了。别躲了，都说开了。来，介绍一下，郝建，我小男朋友；老高，我前夫。前夫哥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。啥会呀？误会。配合一下。不是我不配合呀，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，其实是四个人呢。四。前夫哥，你头上有顶帽子，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，我先走了。老蒋，我求你帮我一把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你那个客人还没走，你这当主人的走了，合适吗？孩他爸，孩他爸扎黑。有点行为行，尽量少说话。好的，老公。哎呀，我，哎呀，别玩手机了。不对，哎，小贱，当着你前夫哥的面，你就别抱我了呗。哎呀，多刺激他呀！不是。哎，要咱这样啊？你看啊，咱这么多人在，咱做个游戏啊，看谁能一直不说话。你是小男朋友哈，就好玩，成天手机都不离手，就知道微个博、语个聊啥的。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？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，不玩方块人玩啥呀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俄罗斯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俄罗斯方块，正好玩。哎呀，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？冬梅啊，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。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哎呀，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。小贱，来走一个。不走。走一个。走走走走走起来！我爱你。哎，塞北的雪。那个，夸我白呢。我也爱你，么么么么么。完了完了，小贱呐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，我给你关机了啊！哎。
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，我俩真闹不。那个手机有辐射，对小宝宝不好。你光考虑小宝宝啊？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？郝建，你媳妇儿呢？回头我帮你。现在你帮帮我，求你了。好，来吧。有什么事抓紧啊！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。你说老板，你俩咋还离婚了呢？啊，你看前夫哥，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？是，吭哧啥呀？夸你呢，还不乐意听了？那好吧，你看看你那五官，哪个能过关？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，还长倒了，多好的一个女人呢！你说你都不把持住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？漂亮。你是慢热型的呀，这儿。这个冬梅啊，这个按理说呢，咱俩离婚了，你的事儿我不该管。但是你说你，这鞋合不合适，只有脚知道。呀，那我这是一个知道，一个不知道。哎呦，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！我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这，我走了。哎，老高，明天咱们球场见，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。小健呢？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。打他还用明天呢？你叫尔夫啊？哎哎哎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冬梅啊，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，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。但是我一来，我看你也没这意思，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，我想找回点面子。可是，什么玩意儿？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？啊！我就说嘛，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？我俩也是编的，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。什么？他是你大堂经理？嗯，怎么的？搞仕途的，郝建，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！哎，你是，我是郝建的内人，贱内。郝建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弟妹呀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，说开了就好了。你像我跟你姐夫，当初啊，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，缺乏沟通，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。你俩现在都和好了，所以说啊，这夫妻之间，信任为先呢。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。来，弟妹，坐下消消气儿啊。郝建，快，哄哄你媳妇儿。行，郝建你说吧，我听你怎么说。咱俩还有啥说？要离不？离！我是问你要离不？离就离！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，梨的那个橘子呀。这是橘子呀！哎呦，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。哎，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